告你，好家伙，祖安区，祖安区也没事儿。哈，大虫子，哼，稍微点小卡。那刀锋一级玄翼咱也不好上啊。刺儿吃药。干哈呀这，哎，玩游戏真累。真是累呀，这么憨呢，这走道啊。那赵信一会儿还得来，你看着呢吧。都不用赵信来了，现在我们都有可能会被单杀。往后点吧。应该先吃谁呢？起，刺儿！哎呦我操，这刀锋伤害不行，他 A 我太痛了。救命啊！起！起！沉默！刺儿！哎呦我操！好帅呀、啊！这刀锋不敢担啊，不敢担呢。起，刺儿，闪现，不行了，这可打不过。起，沉默，这个沉默怎么能没沉默着呢？不应该呀。你三级，我求你了，你别死，你别死，我死就行了，行不行？我死就行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你在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你别回头了。打不过我，套你猴子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要干嘛？我他妈都服了。这家伙真难呢，跟你玩儿。真难玩呢。完了，我也够呛了。哎呀，这波他六了，真是傻逼，六了上去干嘛去呢，懒得汉呢。啊，还有这刀锋这个 Q 技能啊，我们得后着放 W， 我发现
十五了，用不着啊，用不着，只要这盒子别给我送个人头，小打回来两波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而且这刀锋他不出破败，他出的是三项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如何才能升到六级？怎么瞬移了呢？不行，电信区打不了。带卡的跳聘，哎，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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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将好受折磨，现在怎么样才可以杀得了这刀锋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第一他得扛卡，第二我们现在得回家，有点盐，然后呢，或者是他的这个被动没有五层，我们可以上去跟他打一波。先来个小反甲啊！大虫子稍微有点笨，而且现在有点卡。我斗胆来电信区来两把，哎呀，还是不行啊，太他妈卡了。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小发育吧，回家。这三项了吧，三项滚！滚！可以，给我起飞！哦哟！
走路塔没了。传送了是吧？你那连五层都没有，你跟我打啊？刚才我 R 是最后好的呀，没关系，没杀了就没杀了吧，没吃到就没吃到吧，我小兵都没吃了，现在我现在都得吃小兵。你有病是吧？我给你治治啊，我给你治治，你他奶奶的，我他妈给你治治，你个赵信，那精神病似的。我就吃个小兵，回家来个小兵拳，这不又起来了吗？现在我们就有点肉了啊，穴位是有点肉了，就是太卡了，哎，卡得我脑袋疼，他是两步一卡。别 A 呀，一过去 Q 啊。哎呦，这咋过？仨人呢？俩人就算了。我来了！娘娘娘娘娘娘，沉默。先把那赵信给我杀了，蓝枪起飞，卡的我他妈脑袋都疼，我操！跳弹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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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退了重上了，受不了了，真的太鸡巴卡了。哎，天！可不能玩的玩的电信区，这玩电信区这给人都卡飞了都。加速器没用，加速器我都开加速器不好用。把玩的把换区域吧，换区域吧。别扯淡了。人在飞，我几层了？不告诉我几层了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这不好一点？完了，又开始。这蓝枪真能拆呀，这蓝枪啊，他们家的蓝枪把我们家二塔拆没了。
哎，我峡谷先锋咋没了呢？啊，让蛤蟆拿走了。走，回家了。不要命了呀！我一看呢，这给我打的，给我打的疼死了，真的。我再出点啥呢？我来个冰心怎么样呢？我来个冰心吧。我先来个冰心。膨胀了，我一看，啊，这是有点膨胀啊！这谁都敢打了，小弟弟，我已经不是那只小虫子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奶奶没有告诉过你，不要野怪兽吗？给我退东！把蓝枪杀了呀！杀蓝枪！啊！给我回头！我操你猴子的！给我杀！我有坑！起飞！黄蜂之力了，拉倒吧。完了，全死了。不要给刀锋啊！哎，还是给刀锋了。我就感知到这一波可能会出点事情。我还需要一个反甲聚酒，最后再来个什么呢？来个蟹手啊，我得来点有伤害的东西，我得虚区稍微高一点，我就稍微有一点虚区的，这虚区都给他们肯定是不够。这蛤子他妈跟脑血栓似的，我操了，我看见这蛤子我就闹心。差一点，小龙，来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打了。跟谁吼呢？啊，跟谁吼呢？跟我吼，吼我。耍赵信呢，这不给人打了吗？这虚区这么低吗？这虚区啊，有安妮啊，沉默啊，起挡一下人啊，你们这种上法那就是给人就是收人头去的，二换一其实没啥意义，这二换一
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对面那个刀锋啊，如果我不杀他，他就可以把我们家人全杀了。这石头人干哈呢？你给我死，沉默，你别跟他打了，我来吧。你咋的呀？你起沉默啊，起我闪现。哎，这刀锋走位真不错。先来个大反甲，出个巨酒，我要不把他杀了，他就得把我们家人全杀了。对面的德莱文就是进来，我们也不能去杀那德莱文，我们也得去杀那刀锋。哎呀，这就是比较烦的一点，你知道吧？来团啊，杀刀锋就行，杀完刀锋我们就无敌了。咋的呀，这泰坦呢？旁边是有人啊，不是，这石头人旁边是有人啊，还是怎么？有人他好使啊，我追来。你咋的呀？你不会连石头人都打不过吧？大招留着啊，这大招就给那刀锋，别人不给。大招留着，来了，回头晕，漂亮。算了，我还是吃一个吧，不吃白不吃啊，这。我好大呀，还有我这大爪子，我这大爪子，哎，挺吓人呢。好，可以打，把技能留给刀锋就完事了。那刀锋其实吧很脆的，这个大龙不要用大吃啊，我必须得留给刀锋。算了，还是吃了吧。那刀锋不来，你是怎么着？这刀锋一整人就没了，这人。哎，真的，他人一整就没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他怎么人老不见了呢？一整就没人了。别打了，来个巨酒去。我升个16，我可以更大一点，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有多大。我这大尾巴，现在我的 Q 完全配不上我的体型。我觉得大虫子的 Q 我感觉应该随着体型的增长范围变大一点。
你咋的呀？啊！你给我起飞！沉默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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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快快快快回来回来，哈子，后边赵信，把赵信杀了。那哈子干哈呢？那哈子，把红打了。哎，你老送着刀锋红 buff 不行，打不过别去。你要勾我呀你呀啊！啊再大一点，差300块钱。咦，沉默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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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刀锋能打死吗？还行，这刀锋挺地的呀，一个打杀都打不了啊。这蓝枪怎么的呢？蓝枪，这是跑得太慢了。我出个破败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以我现在有的这个伤害来讲，不足以能单挑打得过刀锋，我感觉。能行了不还？那这不都跑了吗？你给我起飞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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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够大了，抱团啊，兄弟们啊！你不抱团能行吗？我真的决定来个破败了。我这是，哎呀！攻速得快一点。走走走走走，打小龙去，打小龙。起，沉默，吃，小龙拿了。那蛤子干哈呢？怎么还挂机了呢？还行啊，不把赵信杀了，这赵信他妈一个人搁这儿。我把他杀了！你干什么你？啊？大龙，那蛤子为啥挂机了呀？哎呀，我套你猴子的！
还他妈带这样式的，还打着打着还二，还搁高地挂上机了。这不给你俩抓了吗？这。直接闪一手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我服了，我真是服了呀，哥。好啊，可呗，复活甲那也得吃啊，复活甲也得吃它呀，那怎么整啊？我得来个破败。为什么投降只用四个人投呢？他也没掉线儿啊。先来个破败吧。没事，那刀锋已经没有破败，不是没有春哥了。辣石之牙没用的，对面没有 AP 伤害，啊，就不需要。啊，你啊，辣石之牙呀，辣石之牙。也行吧。起，赵信不用大了。跟我打。我打的还是很疼的，我发现。哎，这顿拆呀！这石头人干啥呢？他终于退出了游戏呀，不容易呀。小龙可以要吗？我觉得破败挺好的，真的还能有减速，不错。移速其实没变太慢，是没变太慢，其实啊，这移速就是瞅着慢，这不大吗？我挪一步相当于人家挪三步，这还不得大点吗？这来，打一波试试吧。起，弹幕，起，四，弹幕，漂亮，勾德莱文，四口子，把这打了。拉出来打！
干哈呢？这石头人儿，蛤子连上来了，掉蛤子。这蓝天他妈的，你是没赢过是不是？啊，这顿猜呀，从头猜到尾，这蓝天。所以人可挺慢的，我觉得就破败就挺好，真的。回家补个药来，来个大药。哎，我又大了一点。哎呦啊，我可以再大一点。这个烟雾弹其实是没什么用的。推吧，那家里头不行，那蛤子手。他奶奶，跑跑什么玩意儿啊！跑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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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那轮着妈不回家了吗？没关系。轮着妈回家守吧，大龙。这安妮儿怎么跑那边去了呢？跟我来，泰坦，这回别怕了，给我上！我杀到蓝墙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来。他要杀俺们家轮着妈，别让他杀。哎，打大龙！回家。没事，我们这就马上复活了，这挺好的。我还得再大一点，我把它鞋卖了，我又大了一点。我这比刚才走的还快了呢，好像。啊哈哈哈！哎呦，太大了！我打不打？啊！我打不打？假的！哎，刀锋，刀锋。刀锋怎么回事？抓他呀！什么德莱门？德莱门，王总，德莱门，你跑！你往哪儿跑？你跑，你跑，你跑！跳了这一圈呢，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
家伙！哎，能不能一波的呀？给我一波！我这么点血，比那轮子妈血可能都得多。你别看我血少，我跟你说，你踢他干啥呀？俺俩把他杀了呀！拿下！哎呦，这皮肤确实还是可以的。我 A 那德莱文一下，我一个吃他死了，我就 A 了他一下。